當我哋收到一個 order 嘅時候咧，我哋嘅廚房就會開始啊 preparation 啦。其實係得兩個鐘頭嘅時間，就會由我哋嘅 factory 去直接去到客人嘅手上。Hello， 我係 Tiffany， 我係 Foodimag 嘅 co-founder， 我負責 marketing、品牌策劃同埋宣傳。我哋專營一盒盒嘅到會嘅，咁就係直送到去客人屋企入邊，包括一啲師傅嘅 platter 啦、ham and cheese 同埋一啲火鍋同埋燒肉嘅套餐。我係Kenzie， 我係負責 operation。Foodimag 想提供一個好玩、好食同埋一個唔同嘅 experience。對我哋嚟講，食物質素同埋顧客體驗係最緊要。在我們創業的時候，我們剛剛 launch 的時候就是與疫情最危峻的時候，所以我們每天都會遇到很多人需要。我們所有的食材都是 made to order， 我們有很多 B2B 和 B2C 的客人都是遍佈廣告商界，所以我們有一個很快接目的團隊去配合我們的需要。我們現在有一間公司叫做 Pickup， 它的送貨的團隊是非常專業準時，我覺得它的送貨團隊是非常有禮貌，都很配合我們特別的需要。如果 Excel 得很好，不論是我的團隊甚至客人，在一個 tracking 那裡都做得非常方便。我們最近上了一個叫做 Shop and Pickup 的平台，它是一個一站式的購物平台，客人可以直接上去那裡選擇他們心儀的產品，可以享受到 free shipping， 還有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送貨時間。其他的外賣平台就只可以送到去同區的訂單， Shop and Pickup 的 coverage 就可以去到全港各新界，令到我們可以接觸更多的客戶。Definitely.